爱情怎么了吗？等不到你的拥抱，习惯这样，就算得不到回答，爱你怎么了吗？夏天好像不曾离开，一定是因为你太可爱。傍晚迎面微风吹来，拉着你的手腕，这一秒生日愿望已圆。的你越飞越远，剩下我自己留在原点。如果时光能够倒退，我想回到那天，看着你无忧虑。为什么说不出话？拥有一种自我感觉良好的信仰，不能吗？爱情怎么了吗？好渴望你的拥抱，习惯这样，就算得不到回答，爱你怎么了吗？怎么了吗？爱你，不用回答。